不是恢复成那样，你本来就是那样。咱俩现在的距离应该是最近的。你就是，哎呀，不说你了，别说咱俩咱俩，你跟我不咋的啊，我跟你没不搭嘎的啊。你奶奶的，只配在厕所里面跟我讲话。你能光在光天化日之下跟我讲话？你讲话你得低声下气的，声音得压低，对吧？你在别人面前你都不敢大声的吆喝，还跟我咋两咋两，你怎么跟我比？离丹尼，我现在离丹尼是最近的。嘿嘿嘿嘿，你赶紧打辆出租车过去。你那么的行吗？你告我一些地址。中医市场1号，你打摆车上多少钱？啊？你搜索啊，他家属于。属中于医繁市华地点了吧？场啊？他家住的那个地方好不好？你这种口气怎么听得我不舒服呢？什么好不好？不好你能贴他一点钱啊？我得先调查，做背景调查。算了啊，不是你的菜啊。哎，气势越来，还心里还有点，哎，感觉还像扎了你一块肉，割了你一块肉似的，还调查。上海人不能找，上海人是绝对不能找的。嘿嘿嘿嘿嘿嘿，你不配。抽的是在厕所里面抽烟，讲话都不敢大声一点。我要看到你花钱眼睛都不眨一下，那么你才能配得上你这个身份。他妈的斤斤计较，我的妈呀！看，我在沈阳花钱就是不咋，但是到上海就不行了。上海我可知道他那个价钱。你搜索一下附近的房价，平均的房价，不要高的，不要低的。你住的是最我最看差看的，哪个网站搜索？随便你哪个网站搜索，随便你哪个网站搜索稍微不搜是，我不知道 APP，你给我发个 APP。你现在手上有什么 APP 了？我没有搜索房子的呀。你就搜索。哎呀，东方明珠附近、外滩附近、南京路附近，然后我搜索一下啊，我用百度了啊，百度。啊，中山医院附近，你直接地图上搜索嘛，附近，找便宜，找中间价的，不要找贵的啊，中间价的你也把你吓死。上海，房价。不是啊，上海住宿，我操你奶奶5.2万元一平方，哦，房价，华法海上工会。
哎，你看他们在网上都会卖房，我一点那个房源，然后就出现输入我的手机号码，让你打电话。你听我说啊，上海现在有几个区？青浦区、松江区、嘉定区，差的，往中间走。富区、闵行区，这是差的，这个都是差的，就是奥克兰那种。那哪个好啊？好区是哪儿啊？那黄浦区。静安区，有没有静安区啊？静安区啊，多少钱？静安区房价，42733，一平米啊，不贵。哎，静安喜悦西藏北路，135239一平米，一个厕所，一个厕所三个平方。135239啊，一平米。100个平方多少？100平方就是1352万。你还差多少钱？把你所有资产折算还差多少钱？静安上海火车站周边141000。你说你退这个便宜，6万5000元一平米啊？那你的意思，我就是我买个厕所呗？我没说啊。其实我买个厕所也行，能放个床就行。对，就在就在你的楼下。我到，你想想，我不嫌弃大小。哼，对你还能嫌啥？你还能嫌弃什么年龄大小？未婚那什么带孩子的，你嫌弃吗？你看我现在在这儿，我也能生活，就一个厕所这么大。一个厕所，行，你那说，我好像还没，我还没去过上海，上海什么样子？我都没在上海住过，我都没去过。你都能在上海生活，我都不敢。我这提都不敢提。哦，静安贵，对。多少？虹口，我看看虹口在哪。虹口多少？你虹口也不便宜啊，43万。好了，别看了啊，没意义啊。那个。那你要这么说，旧金山的房价也没法比。你说我离上海也就是10来公里，你说我这边生活怎么样？你说我活得难不难？你说你资助我一点应该吗？我看啊，上海最便宜的地方。奥克兰、俄亥俄州，
问题是上海的工资得多高啊？那你要这么说，上海高工资的人不比你旧金山高工资低啊？上海平均工资，你为啥待在沈阳，不愿意去上海多待几天了？你怕了呗？我老实跟你讲嘛，只有你听我说完，上海平均工资也就是12000多。10000多块钱，他怎么能买得起上千万的房子？我就不明白。那你美国工资就买得起美国的房子了？还真能，这个还真能。我多次跟你讲了，你要找就要找那种对吧，国际大都市的女人才能愿意嫁给你，懂吧？越是小地方的人，她越不了解不懂，懂吧？啊，我不想跟你多说，跟你说没用。就这个房价，你也不想一想，就这个房价他一卖，然后到旧金山能生活吗？你想，他把房子一卖，到旧金山能不能生活？那肯定没问题啊，直接买房子。那我跟你讲，有的人不止一套啊，我跟你讲。好几套，我跟你讲。有的人有一丈呢，我跟你讲，一丈楼上楼下都是他的，知道吧？啊？不知道他怎么买。不止一套，你了解吧？嗯。